ticket stubs in your diaries. I read them all one day when loneliness came and you were away. Oh, they told me nothing new, but I love to read the words you use. These are the things we lost, the things we lost in the fire, fire, fire. These are the things we lost, the things we lost in the fire, fire, fire. Oh, I was the match and you were the rock. Maybe we started this fire. Futures in our hands and w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 The futures in our hands and w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 These are the things, the things we lost, the things we lost in the fire, fire, fire. Tenderly they turn to dust, all that I adore. Why? Oh, I feel overjoyed.喂，嗨，大家好。小将，你是都听不到音乐声啊？现在是有在染头发，然后我在耍废。嗨，开个下舞台。Coco 安安 ，M7 安安，偷开 baby， 我哪有偷开？我哪有说我偷开？对，我就是大牌，我就喜欢偷开。因为我刚好要，就是我喜欢的乐团，他们要来圣彼得堡开，就是巡回的演唱会，然后我手刀买了门票，他们下礼拜五就要来了，然后我超紧张。对，说到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下礼拜五就要来，所以我想说，我想要拍美美的照片，所以我就染了头发，想说因为我上面我刘海的那一个部分，我声音会太小声，会太大声吗？应该不会吧。就是我刘海的那一部分就是都是黑色，可是我想要我的刘海拍出来是就是咖啡色啊，
我等下拿给室友看好了，我找到照片了，我想要这种颜色。然后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就是染一下。我昨天就去买了染发剂，想说自己染，因为只是咖啡色。我就找了很久，想说我想要染就是有点浅咖啡，有点棕色的感觉，浅咖啡啦，应该算浅咖啡，不算棕色。我就拿了我的染发剂，然后去结账。晚上我就很勤劳的，就是一直狂搓啊，然后一直狂揉，一直狂按摩，就是希望就是它可以上色。结果我发现我买错染剂，我竟然买成深咖啡，就是我现在头发是咖啡色的。然后重点很好笑，很深咖啡就算了，有些人我想说好啦，咖啡色就是阳光底下是会咖啡色的，虽然室内可能看不太出来，不过也没有关系，这样子也比较自然。因为如果一个亚洲人可能他的发色真的是很浅的话，那就是会看得出来，就是因为我是用染剂，所以我怕可能会有点不自然。想说没关系，深咖啡，我本来想说就算了，等快要回台湾我再染，就是更浅的颜色。结果室友帮我看，发现我头的后脑勺那一块全部都是黑色的，后面那一块完全没有染到，我真的是崩溃。我昨天染超久。我昨天染很久，然后就是因为我一直按摩，我就怕就是没有那个头那个颜色没有进去。给你们看我新买的指甲油有没有很漂亮？其实它不是红色哦，它是桃红色。不行，你们这些男生虽然不懂，但是我还是要让你们看一下。室友说我跟一堆仔仔们讲指甲油，你们会有兴趣吗？没关系啊，你们没兴趣就没关系，关我屁事哦。超坏，最大牌、欸、最大牌的台主，超好，就是这个很可爱吧。这颜色看起来不太像哦，因为我擦了大概也有两层吧，两层你们知道吗？两层不是两层，很可爱好不好？算是宅宅，不过没有关系，反正我就介绍了。也是有些人有女朋友的吧，你们可以介绍女朋友啊，介绍女朋友买这个指甲油。很美。对啊，台湾如果有这个色的话，我在 H&M 买的。其实我本来没有想要在 H&M 买指甲油，因为我已经有黑色了，我觉得有黑色就够了。可是因为那时候它上面就是它写特价，而且是买二送一，是不是买二送一？所以而且我昨天因为我数学实在太不好，我还跟因为它上面是写买三个，可是算两个的价钱，我昨天就在跟室友说到底是买三送一还是买二送一，不过还是听室友的，因为室友是学霸。是啦，你是啦。这首歌等一下哦，然后我还没有讲完，就是我，哎，我怎么扯那么久啊？我从巴士底扯到染发，再扯到指甲油，可是我每一项都还没有讲完。就是，巴士底好，反正所以我的不对，我先讲完染发好了，快讲完了。所以我刚刚陪室友去买染发剂的时候，我就考虑了一下到底要不要买，等一下哦，我就想一下到底要不要买，就是染发剂。后来我还是买了，想说晚上再把它染就是浅一点，不然我觉得这样子好丑，因为他说就是后面就是有一块黑黑的，有一块是黑色的，然后旁边都是深咖啡色，我觉得这样很好笑。然后我今天开这个台是。就是我刚刚讲的我很喜欢的那个乐团，他要来圣彼得堡，所以我想要整理一下，就是把他们的歌选几首我很喜欢的把它挑出来，然后打成一篇没有什么屁用，只是自己爽的文章。对，但是我不甘寂寞，所以我就开台打文章了。所以今天所有的歌全部都是
那个乐团的，所以我才会写消音台，因为这个 VOD 应该会消音消得很惨，我应该也不打算留了啦，今天没有什么屁用啊，可是我有一些地方想要留欸，不然我等一下再把它那个好了，再看看啦，再看看。等我一下哦，我改成，我先改其他的音乐好了。嗨，各位安安，我刚刚一直在聊其他的。嗨，企鹅，我的耳，对不起，对不起 ，Coco， 真的对不起，不好意思，因为我没有戴耳机，可是我用耳机的麦克风讲话。然后因为我把音乐放出来，想要让室友听一下，顺便听。企鹅，你是不是我的忠实观众啊？对啊，他是忠实观众，他也是你的忠实粉丝。对，就是那一位企鹅。那个跌倒的那位企鹅。哦，对，没错，那一位。那个室友刚刚说，因为我有给他看愚公传的，应该是愚公吧，我忘记了。传的企鹅跌倒图，就是那个 GIF， 然后就是一只企鹅，然后跑一跑之后，跑进场之后跌倒，我有给室友看，所以刚刚室友就问说，企鹅是不是我的忠实观众？我说对啊，应该算吧，他也是，就是我说你也是室友的忠实粉丝。然后室友就说，企鹅是不是那一位刚刚跌倒的那一位？对，帮你们传一下话。最大盘的那一种要坐两张椅子。两张椅子坐起来才舒服啊，可是会夹到肉。精灵法尾消失了还能美美的吗？可以啊，美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气质。但我不美啦，我没有美。87，很漂亮是不是？谢谢。看起来很像辣椒酱。你说这一块，你说我的指甲油吗？你刚刚是说我的指甲油像辣椒酱吗？哪里像？果然是男生。你的辣椒酱是这样涂的，真的很漂亮啊。他们帮男生涂指甲油。因为有些男生的指甲很大一片，手很大，他涂起来很像在画画欸，爽。帮你们涂指甲油好不好？之前不是用黑色的吗？对啊，我之前是黑色的。企鹅说，我手控怎么会对指甲油没兴趣呢？哦，我们可以记起来了，手控。嗨，小光，嗨，又是一个晚餐配啤酒。没有，我今天喝的是可口可乐。我相信九成的男人都对指甲油都没有对都不会对指甲油有研究，跟仔仔没关系。不会啊，有些男生其实对指甲油也有研究啊，就像也是有女生对，我不知道欸，就是世界上这么多事情，应该就是都。蛮有研究的吧，有些男生还比我会化妆，我看起来就像废物一样，每次都连眼影都还不会。写着啤酒，念作可乐，这明明就是可乐，超坏的。嗨，如如，我听到了室友说我跌倒，等一下认真，我的收音有这么好吗？应该听不到吧？我离你超远的欸。那可能是心灵相通吧，心电感应、喵电感应。凯莉要表演染头发吗？没有，如如我已经染完了，晚上才会再染一次，或是我想说休息一下，下就是明后天再染，还要再看我时间。规划看我的绝招，这是什么？
草莓吗？不好意思，闪过了草莓。我虽然会吃草莓，但是我没有到特别爱，就是喜欢，但是不会，就是如果除非你今天拿出一盒的那个芒果，我才会就是中招，我才会就是我才会有才对我有杀伤力。对不起，我先讲话怎么那么大舌头？专属好害羞哦，靠北，室友专属忠实粉丝，谢谢谢谢。草莓R，指甲油小不是小黑，小光，对啊，指甲油，室友帮我涂，你想太多了。好啊，所以我今天就是买了来喝这个。这超酷的，它是可口可乐，看得到吗？可口可乐，然后它是绿色的，他说就是热量比较少，比较少，跟可口可乐比的话，少35。percent。气泡很快就没了欸，就是气泡，我来喝喝看好，超多的，而且我还拿酒杯喝。哦，我觉得跟可口可乐比的话，还有比较不甜欸，喝起来其实跟。我觉得甚至比百事还不甜呢，可是有可乐的味道，还蛮好喝的啊，就是有点像，我觉得跟百事差不多诶，再比百事。淡一点点，不能说不甜，我觉得应该再淡一点点。可是比百事还要有气，我觉得可口可乐的气真的很多。后来比较了一下，是有说百事可乐比较好喝，我后来也觉得百事可乐比较好喝。好，这就是今天的饮料。然后那天买了一堆饼，一堆糖果，之前有。有拍照，大家应该都有看到。当 当，没有音乐，等一下哦，我放个音乐。我前面放的那一段，我不知道把它卡掉，因为我怕。之后的 VOD 会那个会消音，可是我想要就是我吃糖果的这一段留着，然后就是写文章的时候就把它就消音吧，没关系，反正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东西。那我是不是算了？音乐会太大声吗？应该不会吧。那就这样咯，等我一下，好像有点大声。啊，真的有点大声呢。这样子可以吧？好，就这样子咯。看一下那个音量条。应该还 OK，好。有玩音乐。
或是 rocker 都会擦黑色指甲油。可我没有玩音乐，我也不是走 rock 路线的。认真，我有听到，真的假的？你认真有听到，只是没有很清楚。我们离很远欸，这样子有一公尺吗？有，这样有一公尺欸，有吗？我其实没有什么，没有，有，这样有一公尺，我们离了一公尺多欸，而且我旁边还有该死的电风扇，他，我旁边还有电风扇，你这样听得到？没有很清楚。好吧，那这样蛮你耳朵蛮好的。我上次一斤300元，好贵哦，2300，白痴哦，气耳鸣就230。小黑丁，好，对不起啊，小光，我一直讲错话，你是不是连脑子都染了？你才染脑子啊！那第一个要吃什么呢？大家有看过图片，应该都知道吧？你们讲一个我要吃的。嗨，啾啾，晚安。哎，晚安了吗？对，晚安了。我比较喜欢喝雪碧，如果跟可乐比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喝可乐。我上次喝雪碧好甜哦。然后我最不爱的是芬达，橘子的、柳橙的我还蛮喜欢的。上次可是室友比较喜欢喝橘子，不喜欢喝柳橙，我们完全互补。所以我不想吃的东西就丢给他，他不想吃的东西就丢给我。如果有沙士，选择沙士。我好久没有喝沙士了耶，我几乎都喝酒，对不起。可是沙士或是可乐或是雪碧，如果全部来比的话，这三个跟苹果西打比的话，我比较不喜欢苹果西达，我觉得它好多气，我不喜欢很气很多的。苹果西达很就是气太多，我还宁愿去喝苹果酒。好事多卖的洋芋片都很大包欸，都超大包，可以再小一点，这样子呢？这样子可以吗？这是什么时候回的啊？再小一点点是不是？那我再小声一点。一点点，好，有感觉到吗？电风扇是干我，是硬糖，没有欸，大部分都是软糖。这个就是这个是泡泡糖，所以先我之后再吃。就是我买了不同颜色的，可是那是泡泡糖，所以就我先不会吃这个。企鹅里面好像有软糖，都是软糖，不要等我，我可能就睡了。吃长长的，可是我看不到你吃，我拿起来吃啊，我不能让你们看到，怕。我想过要放就是另外一个像就是右下角黑色这边就是这边不是我的视讯吗？然后上面，这边，不对，指错了，这是反的，这边不是那个，我的文章的内容吗？然后我说这边，看得到吗？你用完了，这边，我没有开视讯，我你看我的手在这边，可是因为相反，所以我不需要这样子。手机，我本来这边想要放就是镜头，可是没办法。对啊，你这边涂到了欸，你这边就黑黑的。室友蓝色的，真的，我也是，我那时候也是，好像长斑一样，怕。这边，小时候也爱喝芬达，真的假的？粉红色的芬达，好酷哦，我没有喝过欸。喜欢柳橙的都是邪教。他说喜欢橘子，可是喜欢小光喜欢橘子。他说喜欢柳橙的都是邪教，屁啦，柳橙明明就很好喝。他说芬达啦，芬达的柳橙。对啊，芬达柳橙都是芬达橘子，所以那天室友才会买芬达的橘子。可是，
柳橙，他买柳橙，可是他不喜欢柳橙，他喜欢橘子。可是我比较喜欢芬达的柳橙，因为我觉得芬达的橘子是，对，是斜角，是异端。我只吃软体，公分小软糖啦，完美。小时候都喝 QOO，有 QOOL，我超久没有吃。好，你们都不讲要吃什么，那我吃一个，那我就吃草莓好了。它上面是写草莓，可是看不太出来，看起来很可爱吧，草莓。试试看它什么口味的。虽然很恶心，可是还是给你们看一下，它里面有包哎、欸，好恶心哦！它里面是这种哎、欸，超恶心的，里面是有那个东西的，虽然没有流出来，好吃。音乐听得到吗？我不想要回台中，不行啊！明天要上课，赶快回去。台中没有朋友，蓝色好潮哦！你说这颗吗？很潮吧？我还有，可是它没有黑色的，我还要买绿色的，还有白色的。卡利的草莓，怕。怎么了？小光喜欢吗？Young Ones，我放超多次了耶，这首歌。点一下可乐可能比较好吃。你说这个吗？当然是说室友的头啊，怎么会是你？好好，我不吵，我要染也是染绿色的，好不好？也是要染墨绿啊，不然你在森林里面走来走去，染蓝色的超怪的欸。没有啊，如果认真讲的话，如果认真讲，如果是去就是给设计师染的话。我其实真的还蛮喜欢 如果不看我自己的脸，不要看我自己的脸的话，其实我很喜欢别人染粉红色跟，就是有点白金色吗？还是什么？就是比较淡的，然后那种渐层的，或者是粉红色跟咖啡色，我觉得那个发型。就可是粉红色不要太多，就是渐层，然后到发尾或者是挑染，我觉得那样好可爱哦，我很喜欢就是那种感觉，挑染绑辫子超可爱诶。只是染粉红色可能就要那个吧，那叫什么漂就要漂发，就蛮就是之后如果颜色掉的话就不是粉红色的了。好啊，那我接下来要吃什么呢？那吃可乐好了，可乐的，可乐应该就没有什么感觉。诶，这跟我买的可乐瓶长得差不多诶。我去看一下可乐瓶，我丢掉了没？等我一下哦。好，我丢了。那我先吃这个好了，可乐的。它的侧面也是长这样。就是我不知道他们的软糖，就是中间都会就是
啊，你们懂啦。台中科大，东海超远的。Luna， 嗨，恶魔鱼，你把我默默放在心中。好 ，OK，OK，、okay, okay, 好。你们今天好早哦，没有啊，因为我就是下午有空刷个费。如果说，没事啊，这里面，比较喜欢买假的发片夹，因为挑染好麻烦。对啊，要漂。可是因为我没有买发片，我也没有特别想要漂发，所以就。可是我朋友是会去，他会去染头发，他发色都很漂亮啊。我忘记你们记不记得，就是。我说有一个啊，他之前有来过，可是你们应该都忘记了。比较旧的观众应该知道，是那个姐姐。姐姐她就是之前因为上班，所以就只好染了一个，就是要把头发翻开才会看到颜色。然后它里面是染紫色跟蓝色。超美的。医生说要斩断它，真的假的？天啊！我去找姑姑。染头发不要常常染，我知道，通常都是就是等了一段时间，大概有半年或一年才会再染。还有不要在生理期来的时候染，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在生理期来的时候染？我不知道啊，比如说，为什么生理期不能洗头？我有听过，那我就很崩溃，我一定要每天洗头。你觉得接下来要吃哪一个糖果？可以翻翻找找，这个牛牛吗？好，你要等几分钟啊？半个小时。好啊，走一点。有哎、欸，还是有哎、欸，在这边。哦，就想要算了，就跟我一样，搞不好我昨天就是这样，整块秃掉。那我开始吃牛牛，牛牛好可爱哦，你就可以拉长吗？哇，好可爱哦，牛牛。我虽然不敢欺负，不是不敢啊，就是看到动物如果怎么样的话会哭，可是。我如果像吃这种，或是像吃这种姜饼人，我第一个都是先咬头。我觉得我很残忍，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很喜欢先咬头。他没有头，
我还在想要不要剃光头欸，企鹅说要不要剃光头。可是你的头好看吗？你趁你现在还可以染头，不是还可以，就是有头发的时候赶快就是留一留啊，不然之后当兵不是要剃吗？不能在生理期染的原因，因为生理期来的时候你的皮肤毛细孔都会打开。是哦，那些，对啊，为什么会打开？啊？那些化学物质就这样被吸收更多到皮肤里了。可是，皮肤毛细孔会打开，好像哪里怪怪的。对啊，为什么？你看头不见了，好残忍哦！接下来咬他的脚脚。那你还每天欺负我？我要每天欺负你啊！我也会跟我们家的狗玩啊，是差不多的。你要把所有泡泡糖一起吃吗？咬头比较慈悲吧？真的吗？为什么咬头比较慈悲？不行啊，泡泡糖！我打算之后上课一次吃一颗。哦，这首歌也很好听，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音乐都会跑调。当兵是5年后的事欸，好久哦。我们学霸现在好像来读书了。哦，好，好，不紧张不紧张，学霸读书是天经地义的事。当兵是5年后的事，也是啦，好久哦，是5年后还是6年后啊？明就才3年后的事。生理期的时候，我们女生的毛细孔都是张开的状态，头皮毛细孔都是张开的状态，对，张开的状态，头皮的毛细孔哦，太酷了吧！所以身上的毛细孔不会吗？好酷哦，头皮的毛细孔哎，可是为什么它要打开啊？换问他哦，太酷了吧！企鹅说最近在留长，留到爽了再剃。好啊，你慢慢留。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留？你要留到长头发吗？长长的，我不能研究所一起算哦。可以啊，可以。OK， 好，好，可以一起算，一起算。5年后。啊，如如传了很多，他说迷失时，那等一下我先咬一小，先咬一个糖果。接下来要吃哪一个呢？放一下子它气就没了，比较好喝欸。接下来我吃这个好了，这感觉比较小，因为它中间是透明的欸。好变态哦，你们没有看到。没有对焦到啊。不行，不能只有我看到。你看它是透明的，然后还一粒一粒，超像福寿螺的卵。
月经，生理期来的时候，染发会得癌症。解答：染发剂的致癌性，直到目前还没有得到一致的定论，但能确定的是，我们头皮上有超过数十万个毛孔，染发用的化学药剂被吸收的速度的确相当迅速，但由于体质的关系，对抗自由基的能力也是因人而异。每当月经报道，子宫内膜开始剥落的期间是细胞最脆弱的时候。如果你本身有子宫癌、子宫颈癌、淋巴癌、白血病或肾脏癌等家族史的女性，会特别建议你少染发，而一般女性应该尽量避免在生理期染发，以免子宫内膜细胞在代谢跟重新滋长时产生微妙的化学变化，提高子宫内膜癌的可能。哦，好，原来如此。整体真是一个相当奇妙的奇妙的东西，不对，人体真的是拥有很奇妙的构造呢。这样子好像比较好。我要留到腰，那你这样剪头发要选日子不是吗？我听说留到就头发留很长的话，留到腰就是屁股那边，他就是剪头发要挑日子。我之前有留到腰哎、欸，就是对，就是肚脐那边，我后来就把它剪到就是肩膀上。体质比较弱的女生，生理期来如果可以不要洗头就不要洗，如果洗了要快点吹干头发。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体质弱的女生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强壮的。那我继续吃，接下来吃这个好了，吃那个，这是黑色的吧，有点像，长得有点像莓果。刚刚那个红色吃起来也是莓果类的，然后它中间也是透明的，这都甜甜的，没有特别好吃，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福寿螺的卵也太贴切，嗨，Coco 回来了，男生要学起来，为了自己未来女朋友。未来不会有 QQ， 你们果然是好好笑。有人 QQ 加一，有人 QQ 加二，超可悲。未来不会有，室友说不会啦，大家一定以后都会交到女朋友的啦。他也是这样子跟我，就是他也是这样子安慰我。人真的很好 ，QQ 加三。我觉得那两款真的很还好欸，那两款就是糖果很还好。我现在还没有吃到我觉得好吃的。我想吃看瑞典的，去 IKEA 买。没了。真的比较淡欸，那个不是苹果啊，绿色的喝起来。哦，他的音乐一直跑掉，他现在是怎样？超生气的啦，他为什么一直跑掉？就我的音量，音乐的音量一直跑掉。契儿，你要喂室友，
卫视有什么？那我继续吃咯。那我吃，你们要觉得我吃，你们觉得我要吃什么？你看我买乌龟耶，超可爱的。那我分动物系列，好，我把它拍好。这边是泡泡糖系列。然后这是食物系列，其实我有想要买，就是一整，就是大概一二三四，就是买个六片，然后就可以拼成就是一块大披萨，可是我没有钱。这边是食物系列，这也是食物，牙齿，啊，这是动物。这是不知名系列，企鹅算动物吧？对，企鹅算动物。这是食物系列，好。好，那我继续来吃这口好了。这也是看起来有点像莓果之类的，试试看啊。哦，好难咬哦，有人要靠脚了。它里面是黑色的。看得到吗？它吃起来有点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什么黑加力软糖，对，超好吃的。可是它就是黑加力软糖的，没有外面没有糖，没有那个砂糖版的，这还蛮好吃的。可是很硬，我的牙齿快掉了，明天去看牙医了。超硬哦，现在好硬哦。很快的跟你们讲一下，跟你们炫一下宝，就是我之前去那个书局，跟亲爱的室友去书局买的东西。然后他就是我买了两个。我买了两个东西，就是一个就是这个，很可爱吧？说可不可爱，超可爱的。上一次有跟大家介绍，就是这个作家，英文我实在是不会念。啊，他是倒反，就是那个，对，我把它倒过来好了，你们等我一下哦。这样子，Oleg Borodin， 看，我那变成英文要怎么念啊？反正就是 Oleg 这个艺术家，这个插画家，这个艺术家，因为我不知道他其实本身是画什么的，他是这个艺术家，然后他就是这个系列都是企鹅，上次有讲了。然后我其实是想买一个，就是企鹅在医院，可是它的点滴是用红酒滴的，超呛欸，就是那个红酒直接注入在那个血液里面。可是我就买了这个，它在那个博物馆里面，对，没有错，这就是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这超可爱，这是黑色的，然后里面是就是空白的，因为我很喜欢黑色的东西，而且我笔记本也很喜欢就是空白的。哎呦，荡掉了。对，没有错，就是这样子，空白的。虽然我还没有想到要把它拿来写什么，不过我觉得还蛮可爱。然后我跟你们说的就是这个，它上面写 Made in St. Petersburg， 然后你们看到吗？怕你们把它拖。然后下面的这个数字就很像条码，我一开始以为就是单纯条码而已，后来才发现它下面的数字是彼得堡的建成
就是他的生日啦，就是1703年5月27号，这是彼得堡的建成日期、建成时间，超可爱的，有点舍不得，可能回台湾再那个吧。怎么了，室友？室友 BB 没有很详细啦，很详细就会说不完了。你知道我也是很长舌。然后我觉得这家店很可爱，是他们的包装都是用一张纸，然后把它包起来的。不管你是买书还是买，就是像我这种啊，等一下当掉了，还是买就是这种明信片，都是这样子的呢。而且我那时候觉得他这样子包实在是太强了，所以就是学了一下他到底怎么包。可是因为手很残。包啦，怎么包？为室友做准备，当个体贴男，不要，我要一辈子躺在地上等死，白痴。对，就是这样子。然后昨天买的，反正就是化妆品，你们也没有什么兴趣，但我还是要讲，没有啦，我没有要讲，这很可爱，就是昨天买的东西，昨天买真的买太多了，可是我觉得真的很开心。如果有人问我说钱可以买到快乐吗，我就会跟他说，当然可以啊。为室友努力赚钱，正解。哇，你们真的人很好哎。那接下来我吃这个爱心好了，不要吃这个好了，吃这个樱桃比较还好，因为我觉得我手机好像快没有电了哎，怕。你们有洗过牙吗？有啊，我有洗过牙，超爽哎！我甚至还想要一个月去洗个两次，超没有啦，当然不可能啊，不行这样子。凯莉的糖果好像橡皮擦哦，哪一个？哪一个像橡皮擦？哪一个？这个吗？拿来擦，拿来擦那个头。炫耀台，没有错啊，这就是炫耀台啊，爽啊！怎么了？啊？你可不可以在我的包包发现一下钱？拜托，哇！你可以帮我找一下有没有钱吗？我没有钱了。上面有企鹅。对啊，有企鹅，等一下再拿来吃，把它们拿来吃掉。我扭扭买了三个，但我不能，我说过要叠字啊，靠北。我牛买了三个，然后企鹅也买了三个。凯莉可以写心情小语，心情小语我通常都写在日记里面欸。终于不转开画面，凯莉指甲好抢眼，什么意思？什么是转开画面？你是说你之前都会转开画面的意思吗？想帮凯莉画指甲，你说指甲才会吗？可是我的指甲很小片欸，我觉得有点，我要把它再留长一点，我不喜欢我的指甲，我觉得很丑。你在包中药吗？我觉得包中药的那个，就是那些，就是那个纸啊，超厉害的，他们包的超厉害，就是包的好好的一包，然后都是用纸，我觉得那好酷哦，好想学。我指甲超丑的，国中咬坏的，可是国中咬一咬，咬坏应该就是
之后还是会长出来吧。高中长一长，你现在都大学了 ，OK 啦，没有关系啦。我想洗，但是怕。一进来看到小精灵的手 ，Hi Rachel， 超担心，不要怕啦。要一起约去洗吗？要约吗？可以约吗？牙齿好很爽，牙齿不过好就哦。小光说洗牙没什么感觉，大部分的注意力都在看旁边的护士。我跟你说 ，M 七说。洗牙像是被会喷水的钻子强奸一样，哎，那很好玩哎，那很好玩哎，超喜欢洗牙的。接下来吃哪一个？我只能怕它没电。接下来吃，这个好了，牙齿的，这很酷哎，我把它带上去我的牙齿看看好了，它都会有那种。砂糖好烦哦！是啊，是啊，你看，是我默默的说，好。哇，好好玩哦！好吧。有点痛，还要一直张开口，好累。张开嘴巴还蛮累的。洗牙不会痛吗？又是冲酸乳。对啊，洗牙很爽哎、欸。洗牙不会痛啊，我觉得超舒服。节日很可爱啊，我每次都被我姐呛。所以你会节制哦。咬到长不出来。假的会这样子哦，咬到长不出来。不要一直咬，应该可以吧？通常会长出来的，不是吗？通常会长出来的吧？指甲通常会长出来啊。没洗过，应该漱口吐出一堆牙结石。糖粉吧，砂糖是颗粒状的，是砂糖哦，是砂糖，不是糖粉，是砂糖，上面会有砂糖，就是从这一颗爱心里面，就是刚刚一直沾，然后跑出来的砂糖。牙结石大王就是我，怎么了？你就找到1000块吗？啊，靠背，好羡慕哦。好羡慕哦！好羡慕哦！随机叠字我也想不起来，平常会叠什么？我通常如果想到叠字的话，我已经想到 B B， 就情侣之间不是都会这样子吗？然后我就会学，因为我没有什么机会念。没有什么机会讲，哎，红医师他比较会，我老板也是他，看到了好像粉刺，真的，好吧，那下一个就吃他咯，爱心，爱心，爱心，这好酸哦，干，谁叫我吃他的、啊？这好酸哦，你看。它里面是 focus
它里面也是，就是像之前刚刚讲的那一种，有点半透明，像果冻的材质。可是它好酸哦。吃到这么酸的，喝可乐就变得很甜。哦，你要去洗了。我们期待室友出来的那天，他现在要去洗掉他的头上的发，那个染剂了。那我先回台湾了，我回来再找你。在这，约在这边吗？好，好。好酸哦！啊，好酸哦！这不是糖果吗？怎么可以有人做那么酸呢？哦，我流汗了哎，酸到流汗。不是要自己吃的吗？黑人问号。凯莉好暴气，刚刚谁叫我吃他的？我刚骂四声吗？完蛋了，我的形象。你买了就不要吃啊！我又不知道它是酸的，我看它爱心很可爱，我就买了嘛。它跟我的那个指甲一样哎，都是粉红色的。怎么办？室友进去洗澡了，可是我想要上厕所，怎么办？真的好酸哦！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个爱心了，其他都还好。那接下来我吃这个好了，姜饼人，可爱姜饼人。不好吃。等一下，等一下，这不好吃，这不好吃，我不想讲，我不想讲感觉，这不好吃，我要赶紧咬一咬了。卡莉给我吃，我超爱吃酸的哦。如果你喜欢吃酸的哦，好强哦。糖粉真的是很烦。啊，这就是我说的那个黑色的碗，然后我的杯子也是黑色的，手表也是黑色的，还有什么是黑色的？还有什么是黑色的啊？你的形象长没了，啊？我的形象随地变，随地变腻，不行啊！其实应该要念哦，没事，应该要念便尿吧？我刚是念错，我刚是念便，是不是念便尿啊？便尿，便溺便尿，随便啦，反正就是随地大小便，阳台解决，或是邻居的床上。我跟你讲，邻居把他自己的门锁起来了。接下来要吃什么？那
那我吃粉红色的，粉红色的企鹅好了。希望它好吃一点。忍着让它重新吸收，太恶心了。俄罗斯的糖果应该都很便宜，可是好吃的不多吧？好吃的蛮多的，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次买到不好吃的。我上次吃的糖果都还蛮好吃的，上一集，这是第二集了，这是第二集。它没有鼻子了，它没有嘴巴了。哎，这好吃哎！它的那个鼻子啊，是百香果口味的哎，好吃。嗯哼，多玩不知名的游戏。赚好啦，赚赚不会赚，几岁了？这是嘴巴的图案欸。台主什么时候要介绍俄罗斯正妹给我？不是正在，不是正在洗澡的女神哦。你怎么知道她在洗澡啊？你这个变态，念尿啊？哦，是念尿是不是？好，我都念尿欸，都念尿哦。对啊，我都念尿欸。原来是念腻哦，我平常都念腻欸，很烦欸。那是嘴，那不是嘴巴哦。看来就是眼光的问题。好啦，那是会。好嘛，对不起嘛。我不了解鸟，森林里的鸟都不太喜欢我，可能是我会飞，但是又比他们漂亮吧。这是嘴巴，是嘴巴咯。好奇怪的感觉，好像在接吻。算了，等一下再吃好了，再继续吃他们好了。继续吃咯。塞不下去。好累哦，你们真奇怪。这个就没有那么好吃欸，蓝色的还是很甜，就单纯就是甜甜的，然后有点像小熊软糖的味道，小熊软糖黄色，黄色的那一个味道。你自己说的就要骂别人变态 ，OK？ 哦哟，干嘛讲？我的意思是说，开玩笑的嘛。我就是喜欢霸凌别人啊。他的音乐都一直跳掉，所以我已经放弃了。你们应该没有听到音乐吧？还是有听到？嗯，好甜哦！可乐变成淡淡的味道了。那我吃这个，你们觉得要吃哪一个？有青椒跟橄榄的，还有起司口味的。快点哦，投票 A 起司口味还是 B 青椒橄榄口味？虽然他们都是甜的，但是我就爽。然后我们吃乌龟了哦。
头不见了，这很好笑哎、欸！不行，他的头太大了。毫无违和感。好了，明明王明明就很有，明明就很违和。它没有很好吃哎、欸，它没有很好吃。这一家的都不好吃。我上次买另外一个卖场的比较好吃。哦，女神洗完了。你洗下来的水是蓝色的吗？是哦，黑蓝。那你赶快吹头发，搞不好。而且趁有太阳的时候，等一下出去。我们要即将请到真正的吹风机姐姐。没关系，没关系，不用管他们了。结果右边都还没写，在玩糖果了，没有啦。因为我前半段要先吃糖果，右半段才要写，因为我等一下会听音乐，然后会被消音，所以我要分两段。有音乐啊，背景音乐就是要存在感低才好啊。真的吗？有音乐是不是？好，青椒是不是？反正你喜欢吃青椒，好，等一下吃青椒。今天不要吃泡泡糖好了，因为我等一下要去洗肾了。不对啊，好像吃太咸才要洗肾，对不对？等一下吃青椒，然后这个最后吃好了，这有点不舒服的感觉，然后再吃企鹅，再吃起司，再吃牛，好。等一下，我的画面是停掉了吗 ？Hello， 哦，他刚停掉了，害我吓一大跳，怕，就是这样子。等一下，我去开窗户，好热哦。室友好香哦，室友闻起来香香的。美丽的女神出浴了，出浴，哈哈哈哈哈，出浴，哈哈哈哈，白痴哎，笑死。好甜哦！我刚吃什么啊？我刚吃乌龟，好甜哦！这次的都好甜哦，不喜欢。那个绿色可乐有酒精吗？没有啦，是可口可乐啦。我不是喝的每个东西都有酒精啦。那我要就是吃这个的咯，青椒口味的。都是软糖哎、欸。哇，把它变大了！它里面有包哎、欸，好烦哦、喔！他们都一直包，它都有包东西，我真的不喜欢包东西耶、欸！你会被我用烂了，好恶心哦、喔！室友不喜欢吃黑橄榄，如果有人想知道的话，跟你们说一下。然后我知道你们想知道，我喜欢吃黑橄榄。
这个也好甜哦，这次的我都不喜欢哎，希望那个泡泡糖好吃一点。所以吃的东西有酒精了？没有。我今天是一个健康的下午。不行，我觉得吃的好累哦，我吃不下了。好吧，关起来了，我不吃了，不吃了。如果要票选的话，我觉得最好吃的，怎么我吃过就忘了。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可口可乐那，就是可乐糖了。其他的我觉得都没有很好吃，真的。等我一下哦，我去上一下洗手间。
喂，大家，我回来了。然后，什么？一碗色素糖果配绿色可乐，健康的下午。哦，你们很坏，有吗？室友吹完头发，我们现在看他的蓝色染上去了没？有吗？是不是还是黑色的？可是我觉得哪里，因为你之前发色也是黑色，是我讲不出哪里不一样了。是有点灰灰黑黑的诶，就是阳光下是灰色的，灰蓝的。这样热量摄取绝对足够了，这样就不能吃别的东西，超热量超高。不会胖就可以这样炫耀吗？我会胖啦。敢问口味是，我也好想吃，可是太胖了。不会，大家一起去减，一起去跑步。然后我现在要吃的是，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就是之前有给你们看，就是，哎，好像是星期一吧，这个星期一，就是我说我之后想要吃，就是买了很久的那个酸奶渣。酸奶起司，然后应该有人有，就是有看到，所以趁大家，不是趁大家，趁我的镜头良好的状态，就是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刚刚已经把那个，就是上面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名字？那个包装把它拆掉了，所以我现在就。试试看，因为我怕会不敢吃那个味道，所以我买了就是有另外加那个蓝莓口味的，看得到吗？好，它上面是说它吃起来是它是起司的一种，我不怕起司，所以应该还 OK 吧？我试试看，它的质地有点硬欸，就是我先吃一口好了。它是硬的，虽然我把它就是好像看起来是小块小块，但其实就是它是硬的，大概介于就是比马扎瑞拉，就是你知道那种一大块的那种马扎瑞拉其实还要再硬，因为马扎瑞拉有点就是软软有弹性的，它就是比它还要再更硬。它有没有坏啊？它真的是酸酸的，然后吃起来，不会到很，就是酸得很恶心。然后它其实吃，如果把酸味拿掉的话，基本上就是起司的味道，然后有点偏向，就是真的有点像马扎瑞拉的感觉。它不太像优格哦，它不是优格，因为它味道啊跟那个优格都不太像。然后它就是这样子，如果你把它剥开的话，就是这样子。然后我现在配着那个这个果酱吃，果酱吃吃看。我想把它用到这边去，可是我怕会沾到。这样子试试看，如何有吗？就是这样看是黑色的，可是刚刚有灯的有光的话，就感觉又是有一种讲不出来的，有种灰色、咖啡色加黑色加深蓝色。讲不出来的感觉，不是黑色。等一下，等，你再低头一次。这边这样看起来是深蓝的，欸，就是可是很，就是你有看到吗？就是从这边开始，对，灯光下，哎，对，就是要在阳光下，然后反，真的是深蓝色，就是有点灰色，欸，蓝灰。铁灰很淡很淡的感觉，
好，就这样吧。好，我们的蓝灰，蓝灰室友啊，爆。发生什么事了？手机又没电了，好吧，那我就继续慢慢自己吃。关，我就把那个手视讯关掉好了。好的，反正今天要吃的糖果都吃完了，就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我现在继续把我的啊，继续把我的那个我刚刚讲的酸奶渣这种东西，把它吃一吃。我觉得还蛮酷的欸，就是我因为我之前我在吃酸奶渣，我吃那个，对啊，你要吃吃看吗？你有吃过吗？有，它吃起来真的有点像 cheese 的感觉。好的，好的，对，所以我现在就边写这个。边写这个，边做事情。等我一下啊，我移一下。什么东西？你们说什么？视讯卡住了，对啊，视讯卡住了，因为我手机没有电，然后他就把网络关掉，然后他的那个荧幕，他的那个截取就，他的截取就没有，就是继续操作。我刚刚在那个跟室友讲话儿，我的消化系统真的不好，不要炫耀啊，什么意思？不会胖真好，我胖的跟猪一样。对啊，不会胖真好，我也胖的跟猪一样，我比猪还胖。如如看书动脑就消耗掉了一个轻松，真的好羡慕哦。而且我一直在偷打嗝。看来是我记错了，不过还是加油。500克的洋芋片热量大概有1000多卡，上面包装写每公克每100公克有560大卡。那这样子500公克不就也有几千大卡吗？所以瑞秋你讲的不是就是差不多啦，其实差很多。没关系，我说你差不多就是差不多。变成脏色了，吃了没拉出来，好可怕！吃没多久就跑洗手间的那一种，哇！视讯停留在一个诡异的画面，我知道啦，我知道，我知道，谢谢大家，因为我刚刚在跟室友讲话，我刚刚去别的地方，可是我就是还是继续讲话，太快了吧？请问你的胃有在运作吗？好强哦！肉食性消化系统，你都超快的那一种吗？吐食谣超恐怖的啦！卡利娜比什么啊？来比是不是？企鹅的冷知识时间：猪的体脂肪一般是9%到24%，也就是说干。看一个超强，超强 safe， 超强，飞毛腿是你，国手，国家代表队，尸体吗？怕，
猪的体脂肪一般是9%到24%，也就是说在座的各位几乎都是，是吧？你看吧，我就说我比猪还胖吧，你们都不相信。凯莉说不定有25，我说不定有52，哼，我记得是15%左右。成年女性一般都超过27吧？体脂肪吗？成年女性，女性，你是说母猪吗？还是？室友该不会8趴吧？没有啦，女生不可能体脂肪八吧？那就28趴好了。还有音乐这种东西吗？没有了。为什么？为什么没有音乐了？好吧，那我们休息一下下，等一下就来继续听其他的那个了。我有想要脂肪放在胸部，我也想要。不过我觉得现在这样子就可以了啦，因为变大变小就没有什么用。唉，我比较想要有肌肉。我们重新听这首歌好了，我重开哦，我重新开。